朋友们，这里好像是史莱姆乐园。真正这个超有弹性，打开来看看吧。耶、yeah! 哇，大家好，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。今天呢，讲讲讲，哇，我们要探索文具店里的史莱姆。那么向着文具店出发，啦啦啦啦啦。哦，朋友们已经到达文具店了，那么进去看看吧。您好，哇，是史莱姆，是史莱姆的形状。朋友们，这里好像是史莱姆的乐园，这里全部都是史莱姆。这个上面写着芝士手工史莱姆，还有水润史莱姆，还有彩泥史莱姆，种类超级丰富。那么我们快来看看吧。哇，这个是芝士软糖，软糖的形状。看这个的话是彩泥史莱姆，哇，这种我还是第一次见的。一盒里面有四种，张张都有隔层，所以买一盒的话就可以有四种颜色，真漂亮啊。嗯，这样看的话凯莉今天可能会买很多啊。嗯，我先放在这个包包里，一会儿一起结账。好的，那么汪汪汪汪汪，朋友们，这个是可以加在史莱姆里的神奇粉末，这个呢放在史莱姆里面会变成其他的样子，所以这个我也买来看看啊，赶快放在包里。朋友们，凯莉已经选的差不多了，结完账之后我们回到工作室给你们一一展示。讲讲讲，朋友们，这些都是凯莉刚刚从文具店里买来的史莱姆，这样摆起来一看比想象中要多多啦，张，我好期待。嗯，那我先从这个打开来看看。这个四色史莱姆长得有点像盒饭，我们打开来看看。哇，好软好软啊！哇，真的好柔软啊！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拿出来，啧啧啧，这个有点像口香糖史莱姆，很有韧劲儿。看到了吧，这个韧劲超弹，这里面有好多种颜色，玩腻了一种之后呢可以换另一种颜色玩，可以玩很久。突然有点好奇四种颜色混在一起是什么样呢，就这样把它们混在一起，咻，哇，颜色太好看了，哇，像彩虹一样。接下来这个呢是果冻史莱姆，哦，名字是果冻，但是手感呢有点像软糖，讲讲，非常有弹性，而且表面非常光滑。哦，看前面的这几个小东西呢是玩具，这个是压力释放球，如果用力挤压，有点像葡萄一样，嘣嘣嘣嘣，像一颗颗葡萄，咻。而且这个不管你怎么挤怎么压都不会爆炸。哎，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凯莉突然很好奇，这个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好好奇啊。那么凯莉现在来剪开看看，讲讲啊，哇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原来里面就是史莱姆啊。这个是鸡蛋，鸡蛋也一样，看这里，不管凯莉怎么捏怎么拉怎么扯都不会爆开的，抓着玩的玩具。它的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好好奇啊，剪开来看看。什么呀，里面全是水啊。等等，这里面的小球球软软的，好像很有弹性啊。这个是跳跳球呀，啊，这个和刚刚的鸡蛋有点像。这个是老鼠，小老鼠，小老鼠的尾巴可以这样拉长，这个也是不管怎么揉捏都不会爆炸，抓在手里这样捏着玩。但它有个特点，可以抓着它的尾巴这样甩着转圈玩。哇，摔在桌子上会变得不一样吗？哇哇，咻咻咻，飞得很远，咻咻砰，
我们接着来介绍，旁边是两只可爱的小猫咪，张张。这个小猫咪里面呢，有双色的史莱姆，就像之前的一样，像口香糖一样，啾，是可以无限拉长的史莱姆。哇，看这里的话，是糯米史莱姆，它会像糯米一样有弹性吗？哦，你们看到这个美丽的颜色了吗？颜色真的好雪白啊！嗯，手感真的很不错，而且一点也不粘手。软糖史莱姆，上面写着完全不粘手，超级大容量的软糖史莱姆。这个和糯米史莱姆的手感一样。哇哦，但是因为是大容量，摸起来非常的不一样，感觉更有趣哟。史莱姆就是要越多才越好玩呢。哦，真好，江江，大容量芝士史莱姆，芝士芝士，上面写着大容量，有多少呢？哇，非常透明，非常水润。这个史莱姆里面有非常多的水分，这个史莱姆用来做泡泡，一定可以做得很大。凯莉把它做成泡泡来试试看，泡泡出现，哈哈。朋友们，我突然发现这个摔在地上会有一种声音，摔在地上的话，啵啵会有这样的声音。听到了吗？非常像水滴咚咚掉下来的声音。比起大容量史莱姆，这个密封超级史莱姆应该能做出泡泡，因为是超级史莱姆嘛。我很期待。哇，真的好像蜂蜜罐子倒出了蜂蜜。哦，这个史莱姆也非常水润。擦，哦，不会断的。哇，成功！来，这次是果汁，讲讲讲。凯莉买了三种类型的果汁，首先是 Jackies， 我们先来打开这个看看。哦，有一点雪碧的味道，雪碧雪碧，讲讲讲。Jackies 叔叔，有一点点粘手，还有就是很水润的那种材质，非常的好玩。在桌子上从上往下扔，将，哦，砰！这个名字叫7%，将将，哇，粉色，粉色真的好漂亮。最后一个葡萄汁，将将，手感非常水润，但是这两个水分十足，这个呢就少了一点，它呢弹性更好一些。既然这两种呢是同一个种类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它们混合在一起看看。朋友们，你们快看现在的颜色，粉色和白色混合在了一起，变成了漂亮的淡粉色。哇哦！啊！你好，江江江江，哇！江江，哇，两个泡泡，朋友们。下次呢，凯莉会带来史莱姆、小亮片等各种史莱姆制作材料，请多多期待凯莉的下一期视频呢。朋友们，今天凯莉向大家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史莱姆，有趣吗？锵锵！那么下次也会带来有趣的史莱姆，再见。